我准备好了。Valkyrie。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审判时刻到了。我会烧尽这片黑夜，让光芒照向远方。我来啦，你可有事与我？除了战斗之外，我由我出马，保证万无一失。来打我呀！你说话。Fi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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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正的英雄总要经历这些痛苦。多谢您的信任。休息能消除疲劳。要喝杯茶吗，舰长大人？有何吩咐？休息能消除疲劳。任务完成，让您久等了。
我出马，保证万无一失。准备好了，来打我呀！别人，走吧。休息一下。哎呀！敌方能量波动已消失，判断任务完成。这团火焰，任重。我准备好了。除了战斗之外，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决战的时刻到了！审判
审判的时刻到了。裂剑，焚剑。我会烧尽这片黑夜，让光芒照向远方。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热身完毕，接下来轮到我了，没你的吧。支援请求收到，乌龙眼到达目的地。谢谢你救我。请烫伤，决战的时刻到了。剑，焚剑。
噩梦。一切没事。灵上一下，人上之光。小心烫伤！决战的时刻到了。决战的时刻到了！预备，引火！小心烫伤！提起烈火，斩无不动。决战的时刻到了！复活，挡着！支援请求稍等 ，Ronin 到达目的地。审判的时刻到了。我会烧尽这片黑夜，让光芒照向远方。没有接收到任何信号，看来这里的空间条件反而还要更差一些呢。我们也已经探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感到精疲力尽了，就回到我们上次锚定的地点如何？守株待兔也同样是一种智慧。薛丁谔博士，我想你多少应该也听说过，女仆的修行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啊。你这究竟是哪里的女仆啊？是不灭之刃的女仆。好吧，看来不只是比安卡，你们全员都是脑子里长着肌肉的物种呢。谢谢夸奖，能让博士从我身上看到幽兰戴尔大人的影子，这是一种荣幸。好吧，不管怎么说，既然你有开玩笑的力气，那看来确实还留有一些余力。好，那就打起精神，去探索下一个更危险的区域吧。没问题，我们出发。
是大家的回忆，我准备好了。 Bronya， 我 Bronya 抵达战场。我会战斗，任重。 Bronya， 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轮到我了，没意见吧？利剑，焚剑！我不会命来试探。守护是我唯一的使命。
有什么好玩的？雷之律者，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好了，开始行动，轮到我了，雷律者，急如雷电。烫伤！御剑，焚剑！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开始行动，现在是天的时间。开始行动，急如雷电，决战的时刻到了。心炎，拔剑，急如雷电。五行相生，分时化育，急如雷电。你烫伤，审判的时刻到了。一线人士，雷鸣将至，狂风，臣服于我。审判的时刻到了，以此烈火斩龙不断。一刀了断，决战的时刻到了。又是一场胜利，你一定也看见了吧。
我来啦。 Valkyrie System， 除了战斗不论前路艰险，我出马，保证万无一失。呀呵，来了个大家伙！走开！游戏结束，不美在此。哼哼，点儿哼哼点。这一次虽然能接受到断断续续时强时弱的信号，但还是完全不稳定呢。毕竟这里是量子之海，而对面却是虚数空间。不过能确认比安卡那边的格尼乌斯还在工作，你应该也放心了一半吧。薛定谔博士，在之前的实验方案中，你有把须弥芥子的情况考虑在内吗？你是说现在被转移到了你身体内侧的那个世界炮稳定器？你是觉得它对于我们目前的探索会提供某些另类的帮助吗？
这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毕竟我不是博士您那样的专业人士。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跨越时，须弥芥子内的能量似乎也会产生一些不规则波动。那种波动会让我联想到过去幽兰戴尔大人进出须弥芥子时留下的气息。这让我开始思考，须弥芥子曾经作为第二神之剑千机一城的观测室运作了数千年。它会不会也能为我们提供某些独立的信号放大方法呢？话虽如此，当前能操纵须弥芥子的人恐怕也只有你吧。如果你自己不能完全理解它运作的方式，那么我也爱莫能助。好吧，那就先让我试试情况。怎么样，你的气息有些紊乱，不要紧吧？没事，只是像初学游泳一样，不慎呛了几口水而已。这该死的奥托果然还留有其他后手。如果比安卡不能尽快赶回来。啊，等等，薛定谔博士，就是现在，想办法用格尼乌斯捕捉我周围的信号。
这是。这里是幽兰黛尔，请讲。幽兰黛尔大人，无上无下，人上之光。
审判的时刻到了。复活，倒地，千鸟，拔刀。